中国正在崛起，而且绝对壮大，不是你任何外国势力能够打垮我们。所以台湾更重要，怎么样让台湾的下一代、年轻一代了解到，身为中国人骄傲，我是中国人，我骄傲，让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想法？两岸连面都见不了，如何沟通？如何交流？如何认识？如何心灵契合？所以你说我要如何努力，我觉得这些方向都是值得我们努力的，让我们的年轻的一辈了解中国，了解我是谁，了解我骄傲的是什么，我觉得这些问题就解决了。